家好，我是小胡，今天来取冬蜜。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些呢都是蜜的，下面的都是幼虫，这边的也都一样的。其他的就不多说了，这个摇蜜的过程给大家分享一下。像这样子，两边都把蜜给摇出来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纯正的野生冬蜜，在营养价值是特别高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录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的观看。